橘子，苹果，苹果，凤梨，莲雾，柳丁，你要不要吃？好不好？可以吃了。我们今天又来吃这个叫做第一香跟面的，这边有招牌，这个是香。橘子这里，谢谢。哇，来了要吃饭了，先不要玩了。我们刚刚在玩讲水果比赛，不能讲到重复的水果。来啊！不能了，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小布布。番茄。小布布。番茄，我发现都没人讲番茄。番茄是蔬菜的。番茄是蔬菜吗？对啊。番茄是蔬菜吗？是啊。番茄是蔬菜吗？没人讲番茄。好了，我先讲。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，我点的是虾仁跟意面，然后我老婆因为睡到也是蛮晚的，十二点多才起来，才吃了三明治，所以她就没有点这种主食类了，她点了一个羊肉青菜。压力会不会太大？羊肉青菜也是起始源啦，也其实跟主食类的是一样的价钱，但是比较适合肚子很饱的时候吃。剥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剥一下，下面青菜很多哎，这什么青菜啊？空心菜，感觉还不错哎。我就想做烫青菜。对啊，这样子一盘70块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这个也是70。那如果肚子没有很饿，吃这个也不错。我们这样子吃了总共140。好，一边吃一边玩。140啊，我们这样吃140。苹果。苹果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了。现在啊，如果你讲到重复的，然后三次，就决定淘汰。就淘汰了，正式。然后妈妈要一起加入吗？还是妈妈当裁判？三个人都讲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人讲一个。好。然后要互相看谁讲重复的。好，苹果。好，看妈妈，年纪由小到大，橘子、香蕉、柳丁、芭乐、凤梨、芭蕉、火龙果、水蜜桃、然后倒数10秒，不能重复哦。莲雾、过关、哈密瓜。葡萄柚，雪梨，草莓，桃子，黑莓，蓝莓，自家，小红莓，凤梨讲过了吗？我现在没有凤梨，讲过了吗？讲过了，柚子，你讲凤梨是啊，柚子啊，水蜜桃没讲过。水果，火龙果，用我的大厨刀，好哦。好，换你了，火龙果打败你们。麻辣讲过吗？好像没有。麻辣，妈妈讲了，妈妈讲了，完了，我要换一个。琵琶，妈妈讲。琵琶，你这一轮有讲过吗？上一轮吧。为什么还没讲到那么复杂？山竹是什么？木瓜。榴莲，要讲那么复杂的榴莲。莲子。莲子是水果吗？莲雾我讲了吧？玩到后面就是这样子。莲雾是我讲的。那个，那莲子是水果吗？我不知道。莲子跟红豆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莲子。不算，也只不算，要再讲，给你再第二次机会。西洋梨，西洋梨没人讲过，过关，越来越难了，妈妈，换你了。葡萄讲过了吗？讲过。木瓜还没，木瓜。啊，我想到了。爱吃水果很久，里面有几种水果没讲到。我来救你了。草莓我讲了，草莓刚我讲的。要不要救你？西瓜。你不要讲了，像星星的。杨桃。好，自己还没讲到。看你。换妈妈了。
荔枝。龙眼，要换一个。可能越来越难了。有没有人讲过吗？你第一个讲的。你忘了跟大家分享，我点的香蕉。香蕉讲过了吗？香蕉一开始就讲了。没有。没有。这是香蕉，你不把香蕉跟面是一起的吗？香蕉跟面，葡萄柚。讲过了，完了，完了。我一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虾仁羹，今天我们偶尔会来吃的。我退出，看你们两个。有虾仁。通通出了。我认输了，看你们两个。妈妈，你妈妈，你的下一个是妈妈。菠萝蜜。菠萝蜜。桑葚，桑葚这种还没讲。蜂蜜，蜂蜜不是水果。柠檬，柠檬很厉害，因为他接着你的蜂蜜讲的，你救了妈妈，他本来想不出来的。我就当救人的人就好了，我就当救人的。奇异果。讲这一轮没有吧？我讲过了。你讲的吗？结果你讲的。樱桃有讲过吗？也讲过了，我讲。哈密瓜讲过吗？讲过。香瓜讲过吗？过。橄榄是吗？橄榄是水果吗？橄榄。橄榄可以直接吃啊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没有人讲过的全新的冷门水果。那槟榔哎。我讲到了。槟榔是水果，你知道吗？槟榔水果，我想到了，槟榔，金刚狼。所以我讲橄榄，你讲槟榔，又回到我了。这个绝对没有讲过，又冷门，但是大家又常见。我一讲出来吓死你们。甘蔗，芒果。芒果怎么让没人抢啊？我抢一个这么难度这么高的，我王牌都杀出来了。你一个跟你芒果这么常见的，我们一边吃不能停下来。甘蔗，甘蔗我讲过了。甘蔗，甘蔗妈妈。甘蔗我讲过了，你没有吃过对不对？下次买给你吃。白白的，你没有吃过甘蔗，对不对？因为路边有早餐，我们在卖甘蔗。以前路边都会有人开车子，然后在路边现弄甘蔗，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？它很像一根竹子，然后要把那个皮削掉。要吃竹子啊？很像在吃竹子，而且不能吃下去，它只是摇一摇，把汁吸一吸就要吐掉了。它会拉吗？没有啊，妈妈讲什么忘记了。小芒果，芒果，换你，又换我。我还在想。要加一个吗？加两个。好久没吃，觉得又好吃了。你这肉怎么不吃？羊肉的肥肉你不吃啊？妈妈，羊肉的肥肉你不吃啊？嗯。啊，番茄没人讲，番茄。就跟你讲过多少次，番茄蔬菜不肥。我想到一个，那小番茄呢？凤梨。凤梨我讲了，凤梨我开始讲。这个我也有面。不是妈妈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还没解围啊。
我还卡在妈妈讲完，妈妈讲完什么芒果？对，我还没解围。小黄瓜还是蔬菜？真的想不出来。蜂蜜，蜂蜜不是水果吗？蜜蜂。我甘蔗王牌那么早就用掉了。榴莲讲过了吗？讲过。柿子讲过了吗？柿子还没，柿子，换你，换你，柿子。我找到了。柿子换你啊。椰子。那椰子也很小的。椰子。你讲过了。我讲过了，椰子我最喜欢用你讲过的。椰子是我昨天骑车的时候讲的，又冷门，然后一讲出来大家都会很服气的，心服口服的，吓死你了。完了，被自己想出冷门水果打败了。哈哈，你被自己打败了，哈哈。好想让他输一次。好了，输了。让你输你会哭吗？我没办法了。还有什么水果啊？樱花有果实吗？没有。白色的水果。没有。红色的水果。这样你我也讲过。讲过了，我讲过了。你还敢就讲了？我讲了。最爱的那一朵。南瓜也不是水果，对不对？真正真的比南瓜不是水果。完了，想不出来了。粘住啊！你的王牌被用掉了吧？香瓜讲过了吗？香瓜讲过了。好了，我输了，我第二个弃权，慢慢获胜，没办法了。好了，录完了，已经快吃完了，我就记录到这边了。龙龙，我妈妈第一名，妈妈撑到最后，水果比赛冠军。就第一名就好了，不用分最后的名了，反正他第一名。又是妈妈的弟弟，下次我们联合攻击他，联合先围剿他。好了，拜拜，我就拍到这边。我讲个，你帮妈妈想办法。我讲个蜂蜜，然后妈妈就讲。好，柠檬，我想要想要柠檬，蜂蜜通常跟柠檬一起用啊，对不对？我讲个蜂蜜救了妈妈。对啊，好了，拜拜。大家拜拜，祝福大家。你要剪吗？好啊，荆棘啊。荆棘不就橘子的一种？是啊，它不是很爽的呀。